就是被破坏吗？就是在日本三月发生了很严重的地震，然后还有海啸，以及就是核能电厂的事情。那很多人因为这个事件丧失了宝贵的生命，然后现在连家都没有，然后就是非常非常，现在事情非常非常严重的。那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台湾的人对他们伸出了援手，给了他们全世界最多的捐款，他们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那他相信接下来如果台湾需要任何日本的帮助，他们一定也会像这次我们帮助他们一样的帮助我们。那他希望接下来就日本跟台湾可以就是长长久久延续两国的友谊还有信赖感。好，谢谢大家。
Thank you.
Yeah.